哎，掌声呢？哎，不错啊，哎，真的不错啊。我是评审，我是中国好声音的评审。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，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因为真的不错、啊、我自己也有徒弟、啊、我也是在教人家唱歌的。好，我们来问现场好不好，如果你他认为第一场、哦、第一台唱歌台、哦、而且是唱新歌、哦、这首歌也是不好唱、哦、认为他唱的不错，来听听你们的掌声。谢谢。我来打分，你要不要我打分啊？好不好？我没良心说我没说电话啊，孙爸啊、哦、在网络现在几个人在看？几个人？700多人在看啊，你开玩笑，我们那些的朋友，你应该你的厝边头尾亲戚五十啊，大伯公、二伯公、哦、大姐公、管弟公拢总有在看，所以哦，现在我打分啊，我打他90分。谢谢。但是给500分啊，你不要开心。满分是500分啊，但是 OK 的，第一场哦。